然吸引了他。你的眼睛像繁星亮晶晶，你的眼睛像繁星亮晶晶。实际上他来跟我们的 Pico 专区的朋友打个招呼。 Pico 专区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徐梦洁，我要给你简单介绍一下。前面是四个镜头啊，好，前面是四个镜头呢，背后是一个几万人的直播间。哇，对，因为是 VR 呢，就这几万人仿佛此时此刻就站在我这个位置啊，看到你，而且感觉可以伸手触碰到你，所以我们能不能做点互动，比如说握手啊。握手，对，好，我们先议好了握手。对哇，好可爱哦。好，来个拥抱吧，拥抱啊。好，其实可以最后来一个比心好了，比心。的感受啊，其实对于我现在来说的话，可能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跟我自己比较贴近的可爱啊，或者是甜美，或者是比较像我自己的一个角色。但是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，我肯定是希望挑战更多不一样的角色，然后未来呢也会继续加油努力。对，